来看看我们爬上来。哇，这好帅！那长得好像李阿松，死多多。我们到和歌山啦，就在大阪的下面。我们准备去吃夜晚的串烧店，吃拉面了。刚刚那一家有一家看上去很秋，我们先问一下能不能刷信用卡。这里可以支付宝，你看看你要吃哪个。小小超级小的一家店，我们的拉面来了，看着还不错哎，很清淡，这是他的，喝一个汤，怎么样？很浓，来吧。我们吃完啦，这家店贵，胜在便宜，就是有点咸。我饱肚子了。好了，回酒店啦。我们又住一个迷你小酒店，那房间简直是小的来不得行。房间长这样，酒店就很普通，就在 JR 车和歌山 JR 车站旁，然后它的浴室又是一体的这种。胜在方便。胜在方便。我们出门啦，现在去和歌山城把行李寄存啦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这个城中村的空气好。先出发。现在贩卖机的价格都很便宜了，以前都好贵啊，可能汇率当时很高吧。我们到和歌山城啦，它都有护城河，但是和歌山城在哪里还没看到，走吧，往前走。要上山了，要从后门进去，我去拿个杆子也可以。这个你拉个那么细的，把大的，嗯，好吗？哦，是个母啊，哦，是个木 ，sorry， 明明是一颗井，叫银明水，他跟我说是木，他看到那后面的那个，后面那个有点像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无所谓了。来看看，我们爬上来了，胜利，很快，五分钟，五分钟的胜利。继续往前走，哇，我们终于走到了正面，买个门票好像400多一个人。现在的自动贩卖机可以微信哦，你看有微信、阿里配都可以。去不了啦，他只收现金，我们又没带现金，就这样看一看吧。他上面其实可以拍到，你看那个人在的位置可以拍到和歌山城的全景，我们只能找个缝拍一下了。来吧，就在这儿看看就好了。这是和歌山的半全貌吧，就这样，这是一个小农村，大家不要学我们哦，我们两个出门从来不换钱，然后就没有现金。在亚洲都不用换钱。对啊，你想想那个自动贩卖机都可以用阿里配，居然收个门票要用现金，那魔法了，上天注定让我们不去参观景点不花钱。大家说一次拜拜拜拜。再往前走一点，有点傻，你下一个嘞，那个嘞，高的那个。就这里了，看，那就是我们的酒店。我们酒店离 JR 超近，走路差不多五分钟。里面长这样。中国产的酒店，哦，济州火化的酒店。它的碳现在正在烧。有中文。菜单，看看价格。我也要贵100。哦，咚咚，还可以吧，不算太贵，3780是多少钱？哦，你说你点了个套餐。100多啊，点个套餐就好了。我们刚刚点的这个太好笑了，这么一点儿，1750日元一份。熊野牛跟别的牛有什么不一样，看看它的肉质。哦，
来咬一口，先空口吃。我觉得你会在这儿煮，其实它的油花分布非常均匀，但是如果空口吃是没有味道的。你说什么？还是要蘸点酱？香。太香了，赞！红人牛很不错。我们吃了4000多。现在从车站出来了，然后要去坐刚刚录的那个免费 bus， 就是这个，它每隔一个整点，2点、3点、4点、5点就有去酒店的温泉 bus， 它是环线。有的上车吗？就是它啦。这个应该就是我们订的酒店公寓的主大堂，但是我们不是住这儿的。也有温泉水了，上次去北海道泡温泉也有温泉水。这有免费的巴士去那个 Toro Toro 市场，然后酒店的话是有两个时间段的，这些是别的。对，这是他家的 bakery， 很有名，很好吃的。从那个地方 check in， 然后走过来住我们的 apartment key 1和 key 2。 这边的价格应该是那边的一半吧，但是可以享受主楼的温泉，然后 bar， 还有外面的泡脚吃，所以说还是挺划算的哦。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哦。然后虽然房间不能看到海，但这就可以看到海了呀，是吧？还可以看海，然后这还有个 lounge， 但是它就是没有电梯，就要自己搬行李，有点像以前那种学生公寓。它虽然是负楼，但是呢，它还是在外面，不是地下，它只是一个斜坡，所以说是负楼。它还可以停自行车，这就是房间，味道有点大嘞。就没有窗户，有一个小窗，有点黑，有点黑呢，兄弟，就长这样，还可以，胜在便宜，经济实惠，还有厨房可以煮东西，这边就是刚刚那个 Terry lunch， 外面好像也可以出去，哇哦。外面很不错哎，你们就可以看到海。刚刚那边买了面包要过来烤一下，有点好笑。我现在守着它，怎么说呢？它这个就是个披萨，我这个烤糊了的菠萝包，好好笑。哇哦，真爽！就可以泡爵，那海天线呢？哦，现在这样泡脚都飞热，敢想象要是下去泡温泉是有多热？就是游泳池哎，那边就是海滨浴场啦。看到没？我们现在走出来了，然后这边，哇哦！怎么在冒烟？这还是什么味道？哇，那个硫酸、硫磺的味道。哇，这是源泉，怪说不得，这都是这个颜色，好不好？把你丢进去，把你丢进去，丢你！看旗帜汤，从这儿下去走过，从这儿下去走过去。这家旗帜汤很有名，就是算是很古老的一个海边温泉了。所以说我还是要来看一下，虽然我们酒店有可以泡，但是我还是要来戳一戳啦。然后听说啊，我在小红书上看到说
住在我们酒店顶楼的人往那个旗帜汤方向看，是可以看到南滨的外面。如果有人流到了外面，有可能又会被看见哦。嗯，就是这个旗帜汤，我们到了，好多车子，我感觉人还是挺多的嘞。这里才是泡温泉的。我刚刚问了一下，里面很多人，他说 many many， 那我肯定就不去了。渔人码头，你自己编的名字吧？哦，好好好好。说他，然后这离我们酒店最近的全家，一会儿来买。外面有一排桌子可以坐着，嗯，我看上去不怎么好吃的样子呢。这又有一个泡汤的地方。哎呀，这个好可爱呀，长得好像你呀，兄弟，跟你一样么一样。快，你转过来笑一个，龇牙咧嘴笑一个。哦，好像哦。这儿也可以泡汤哎，哇哦，好多汤可以泡。好了，我们要去摆两瓶。哎呦，这拍不出来那么白嘞，嘿，这个不知道为啥拍不出来那么白。哎呦。哇，这海也拍不出来很蓝呢，很绿啊，很绿很绿，这哎呦，哇，这沙子好软，巨软无比，哦，很舒服哦，很舒服吧？关键是那个海很绿，就很干净的那种绿，又拍不出来，我没办法了，到时候我调一下，看能不能调出来。好干净。嗯，这里真的太美了，我特别喜欢它那个海，是那种玻璃感的那种海滩，然后它的沙滩很白很白，这拍不出来，可能有点黄黄的。哦，哇，好烫，又来泡脚啦。有点滑，有点危险。是啊，这硫磺味超级重。嗯，今天玩完感觉这里非常适合度假呢，真的好推荐，又可以玩海，又可以吃美食，还可以泡酒。我们明天要去吃美食。哇塞，这也太美了，像童话故事一样。就这边，就我们酒店面前。Family Mart 晚餐啦，今天就是这样吃。他点的咖喱饭，还有饮料，乱七八糟。可以去泡温泉啦，耶！泡好啦，洗干净啦，还不错哦。它外面有一个露天的，也不算半遮的那种，可以听到海浪声，虽然晚上了看不到海，但是挺爽的。然后它里面还有两个可以泡澡的地方，晚上我去的时候8点没什么人，外面就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挺爽，但是好热，今天天气太热了，泡得我汗流浃背，我就出来了，头发也洗干净了，香香的。我还在等老公，不知道他泡多久。像这样的分女兵和男兵，他比我还慢。你看这边就有很多洗头的可以选，怎么样啊？什么表情？我也只有我一个人外面。